直播主因为批评网红超哥餐厅的醋饭难吃，被超派铁拳痛殴。不过 Toys 后来开直播说，不知道警察当时在干什么，都到了还没有人在救他。那么大安分局呢，就公布了第一时间的密录器画面来澄清。来，先不要动，都在这边。好，我们从影片中可以清楚听到，警方呢是对着全部的人喊：“先不用动，都站在这边。”然后就把双方分开。所以大安分局澄清，绝对是无往无纵，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。